刘宇是自己的专业秀导 Part 1场控专业之确认每个舞台细节，往上往高一点，不然画面里没有，就抓用力没关系。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小巧思也是他设计的，比如说两个人的互动啊，扯领带啊，包括我被抬起来的那个所有的镜头设计，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对这个舞台，他真的非常的用心。Part 3声乐专业之三段华彩戏腔。三段戏腔分成了三个层次，第一段戏腔，因为我说的是我会用孙尚香的角色来唱，我唱的是高声部的戏腔，在底下垫的是我用老生的唱法来唱的戏腔。第二段我用的是刘备的老生的唱腔来唱的。最后一段呢，我选择放给专业的戏曲老师来唱这一段。所以它是一共有三个戏腔，如果它全部一样的话，我觉得没有参差。